潜力股边只咧？即系防守性啲股份啦，防守性啲股份边只咧？就呢只胡航勇，有唔耐有翻咁上下，就古灵都知道呢系咩嚟股份啦，公路股啊，公路股啊咁、啊、公路股嘅特性咧，梗系比较稳定啲啦、啊、盈利啊成咧好稳定啦。咁、啊、而事实上呢只股份咧，佢盈利稳定得嚟咧，个估值都唔贵嘅。P/E 咧係八倍到嘅，八點六倍咧就係佢九倍到啦。咁啊，股息啊都唔錯喎，六厘喎，六厘息，咁啊八倍啊 P/E， 咁所以咧講唔上貴。喺而家咧咁動盪嘅市場氣氛啊環境之下咧，呢類股份咧可以諗下嘅。特別係咧，佢頭先講咗股值啊情況之外，或者個股份性質之餘咧，你見到技術走勢咧有靚仔，有靚仔嘅苗頭喎。呢個係咩咧？呢個就係頭肩底咯啊，肩。头肩唔错噶，今日穿咗上去添啊，穿咗上去。咁但你唔使期待佢咧，一穿就弹咗上去嘅，因为始终系公路股，就唔系啲咩你增长股。增长股咧，你动力好强咧，可以砰砰声上。咁啊，虽然穿咗，你可以期待咧，佢会稍微回回嘅，回回先吸佢啦，回回咧，可能再次试一试咧，逼近咧，或者吓呢、这个低啲咧，就会逼近呢个右肩底部啦，或者就算咁低咧，可能逼近翻咧呢、这个啦吓。啊逼近翻咧呢啲平均線嘅水平啦，平均線水平就係咧大概咧就六個九度，因為咧十天、二十天、五十天咧都喺六個九度噶嚇，所以咧有機會回翻六個九度。咁如有興趣啊，即係覺得都有潛力嘅，有興趣留意一下咧，可以睇住六個九嘅水平啦。咁啊，到時咧可以操作一下，跟住博佢咧完成頭肩底嘅量度升幅啦。